女人生在古代就该风华绝代，生在现代就该了解科技。作为一位对可乐油品这种潮流黑科技的不懈追求者，这款2019复古型年代手机总能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。粗犷的机身线条搭配绚丽的砖土红色彩，让整体机型炫酷十足。我也想低调，可是 1.5 厘米的超大键盘设计和 2.4 英寸大屏实在不允许。人性化的定点报时，高达70分贝的来电无误，哪怕在最嘈杂的环境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立体声外放功能，只因自带的超强音浪，走在街头总会获得100%的回头率。即便是一只198买入的二手手机，但以我和马云爸爸的全力支持，我198能卖出。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。还记得去年的今天你许下的誓言吗？我要减肥。为了减肥，你丧心病狂的连头像都不要，换成了不瘦十斤不换头像。一年过去了，他和你的肉一样，至今雷打不动。为了掉肉，不惜花重金买各种器材。一年了，瑜伽垫和健身衣跟刚买来的一样，跑步机也还是那个跑步机，只是多了晾衣的功能。不过有个东西倒是用的挺勤，那就是体重秤。深知你办上了健身卡，出太阳了不去，心情不好不去，工作了一周好累，周末休息一下吧不去，好不容易去了，说好一个小时，换衣服花了15分钟，拍照15分钟，修图又花了15分钟，还剩15分钟等别人点赞。我美少女小辉以我身上所有的肥肉做担保启示，从今天开始好好减肥，否则暴瘦10斤啊！我这该死的不处安放的魅力。2019年2月14日，不出意外，长沙市十大优质单身女青年的称号又被我收入囊中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将尽我毕生所学，教会单身同胞如何充实的过一个情人节。低调型，无需任何成本，打开任意一种消除游戏，消灭一对是一对。暴力型，拨通前男友的号码，上去就是一顿哄，喂，你在干嘛呀？狂放型，危险系数5颗星，选择马路上任意一对小情侣，10米开外就保持深情款款的眼神，缓缓地走向他们，盯住他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在两人反应过来之前，呈快速而不是稳健的步伐离开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自己。土豪型，斥巨资买下全城大小影院的单号座位电影票，并分发给你的单身好友，好友的好友，一个人也要快乐过节哟。啊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。经过2轮笔试、3轮面试的严苛考验，我以1000:1的几率成功跻身人生重大事件保驾护航高级咨询师，俗称保险推销员。熬夜险，醉酒型熬夜，两眼无神，脚下如凌波微步，此种情况每人每次赔偿111元。国宝型熬夜，眼部与国宝级保护动物无异，不能自主进行面部表情管理者，每人每次赔偿222元。秃头险，赔偿额度照清晨梳下的第一缕头发而定，超过111根者，按每超过1根0.2元计算，额外按年度涂块面积每平方厘米1000元计算。像您这种情况，早点遇见我，您已经是富豪了。既然这都不能满足你，那我只能拿出我最后的秘宝——支付宝好医保。一般疾病、重大疾病导致的住院医疗费都可以报，保额高达400万一年，保费根据年龄，越年轻越便宜啊！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魅力呀。各位车主，这里是美少女小辉。在过去的100多年，汽车作为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一直肩负着我们出行和运输的艰巨任务。但遗憾的是，并不是每一辆汽车都能随时随地享受到车身清理服务。因此 XH-009 自助式洗车器应势而生，目前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测试阶段。如果我回不来，请告诉我们，我爱他。从洗车计划开始的那一刻，我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怎么了，老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别管我。还说没事？你发型都乱了。洗车要紧。北京路3区交通委提醒您：道路千万条，顾北老师，我们终于成功了。
一个女人的品味不是取决于她吃什么，而是取决于她喝什么。对于饮品，我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。这种16世纪中期被人们开始熟知的苦寒植物，俗称板蓝根，传统木质研磨器，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科学研磨工具。而挑选 0.3 到 0.5 克大小适中的原材，主要是避免太大了放不进去。研磨看似简单，过程却十分费力，消耗的卡路里不亚于一堂私教课。当然，冲泡的过程也必须严格考究，将原浆滤纸装入滤杯，选择温度在 91.5 度的白开水浇淋滤纸，以达到温壶的目的。而板蓝根的香醇和味蕾的层次感能否尽情释放，注水是关键。手冲壶与手臂呈十字交叉姿态，这些在别人看来是浪费时间的事情，我却觉得十分重要。感冒和感情一样，你看这杯板蓝根是不是像极了爱情？哪有什么苦啊甜的，都是自己做的啊！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美丽。